英雄不问来路，社长不看技术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社长。前几天呢，体验服已经更新了 S16 赛季的赛季皮肤，就是盾山的玉鸾。而在今天呢，王者荣耀官方已经放出了玉鸾的局内视频，下面社长就带大家看一下这款皮肤的样子吧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出场动画。盾山这个英雄呢，建模比较大，而这款皮肤完美的利用了这一点，为盾山打造出了青铜铠甲。盾山的手臂上有两个盾牌，在这两个盾牌上分别还佩戴了一个狮子头，这一装饰显得盾山无比霸气。社长，我怎么看这两个盾牌像古代的大门呢？确实只是有点像而已，因为这次啊，官方也说了，这款皮肤就是按照中国古典风做的。社长，我跟你说，这肯定不是像那么简单，你看看这盾山的身后还有个钥匙孔呢。好吧，你说的都对。下面呢，我们就进入到局内来看一下盾山跟防御塔结合的时候，和之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，只是在这盾山的周围加入了一些黄色的素线特效。社长，你知道有个梗吗？啥梗啊？就是盾线出新皮肤的那一天，就是防御塔获得新皮肤的那一天。那么其他几个技能呢，跟之前的特效都差不多，我们就挑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来说一下，就是盾山释放一技能和二技能的时候，碰上敌人后会掉落一些黄色的碎片。总体来说呢，作为一款赛季皮肤，这款皮肤还算是中规中矩。那么在最后呢，社长还有个消息要说，官方公告在18号更新后，碎片商店和夺宝的讲师都会更新，更新后的内容分别如图所示。但是截止社长发稿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这夺宝讲师仍然没有更新，但是碎片商店已经更新了。那么对碎片商店更新后的物品有需求的小伙伴，赶快去商店兑换吧。好了，喜欢社长的小伙伴，给社长来波点赞、关注、收藏、转发、评论吧，拜拜。